我们有请文山正圣堂代表前来与文山慈圣堂主委合影。感谢台北文山正圣堂参与文山慈圣堂又名二十年展绕境祈福活动。我们恭迎慈圣堂观音佛祖进入红毯。再次感谢各位信众与长官参与文山慈圣堂又名二十年展绕境祈福活动，也感谢周边住户的体谅，如有噪音打扰到的地方敬请原谅，祝福各位国泰民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